家档案，弥足珍贵的智慧资产。不同的档案媒体，共同的忠实记录这块土地的点滴。典藏是保存历史的不朽，更是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，呵护着承载智慧结晶的档案记录。用技术延展档案的生命，依照媒体的不同属性，存放在适合保存的空间。以严格的控管，确保档案的绝对安全。用科技赋予资讯长久留存的生命，让国家档案在时间的流逝间，也能忠实地展现文化之美、历史之珍。